歌，刚好 Q。好，没事，先唱歌。它是一个很冷静的歌。接获了那个文字，讲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点的消息，我讲慢一点点，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。不好意思，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上一张专辑里面的歌，也是我人生至今我自己觉得数一数二喜欢的一首作品。然后，断歌好谈，对，我很谢谢歌批。我这样觉得吧，反正他一月十六号就回来当了。Thank you.